才呢是我们的能力展示。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热身赛了，我们热身赛的第一场马上就要开始，终结者队的朋友往后看，如果你们获胜将会赢得锦囊。哇，360手机，我待会儿会刷开给你们看，里面会是什么样的一些秘密武器哈。好，所以一定要赢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要赢。好的，热身赛的第一场，这个就厉害了，在草上飞。哦，草上飞。这是在泳池中铺设悬浮的50米竹席作为赛道，比赛双方需奔跑通过赛道。终结者队派出3名队员与孙杨进行较量，以此展示孙杨过人的身体条件和运动协调能力。草上飞对决，预备，张兰心、陈玉茹，计时开始。哇，好快，好快！张兰心现在在挣扎，我们掌声给张兰心鼓励，加油！他现在表现的是一个运动精神，现在的是运动精神，他也要滑到终点。好，张兰心到达，掌声给他！哇，已经很棒了，很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兰心为什么滑到一半开始有一种非常非常悲伤绝望的感觉？追不上，我明白，不过他完成了也是很厉害，一沉下去就来不及了。对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成绩也是保密的，我们还要请孙杨亮亮上场，好不好？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来吧，加油。孙杨说他要先来，我没说，你没说呀？啊，那我先来呗，你先来呗。好，就这么定啊。心中水下漂，滚滚滚，水下漂，计时。开始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姐，开挂！加油！加油！再快！跑得好帅，可惜头发中分了，可惜头发中分了。他没力，他上一次比较早了，他没力，拼尽了全力，刚跑完一会儿，来吧，冠军小样的，来吧。好，孙杨就位了，他很重，所以可能是个弱势。预备，计时开始，加油！这里面有的一拼，我不服。怎么了？他凭什么跑那么快，还游那么快？因为他裤子短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成绩。